啊，等下再讲嘛，那等下的事。三哥，我要走了。太极草。阿丹，你要走了吗？好玩为止。布拉希，哎、欸，也太小了。等下，外面我家这个也太小了。刚好。外面，等一下啦，鱼上钩了，不要吵啦。那个亲我乐事的帮我挖洞，挖啊啊！挖什么？挖什么？没事，我自己挖，好哦。那就秀也还是没有。刚睡醒。节操，哦，25公克。也一直钓不到了，要没钱？什么？你是傻了是不是？没有啊。要没事乱抖动，要不敢骗你。你说你这一场是嗑药哦？啊，没有啊，都是梅花鹿哎、欸。我旁边是一条那个跟四条梅花鹿。我点头、哦，点个头嘛。
是小鱼。小鱼，你怎么现在才出现？哇靠！我刚下班哦，这样吗？睡一下。干废物，还没关啊？哈？還没关啊？关怎么会在这里？你要不要钓鱼？快点！钓鱼？快，都给我过来钓鱼！我在钓。我们在玩吃鸡。一点的话要换的，应该说等一下，等一下在一场之后就要换台。有人一点要断网。哦。换圈台。反正没关系，有圈圈小鱼在。我都看得到吗？你的可以啊，你上次不是开？好像有这回事。上次不是你开的？对，好像有这回事。你是因为乐视，所以现在脑袋坑了吗？没有，我已经忘记上次的那个。没关系，你只要记得说你九一九，说出来。没差。啊。有。你等一下进来看到白茫茫的一片，跟你讲，哇，这里是哪里？没关系啊，我是谁？我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好，拉一杆啊！没有。哇，我痛了！哇、哦，十四条太夸张了吧！谢谢。你嗑药哦？十四条，干，大概里面有接近十条都是梅花鹿。我想要找艾琳。等我一下，不行。没有他关了，关了。所以现在在玩，石头离开了。现在要玩，对，谁是比？我回来了，石头去哪里？去买多少啊？九一九啊。我去逛个商店。哦。你我一来他就逛商店了，不错哦。梅花鹿，如果看这个地图没有梅花鹿，为什么钓到梅花鹿？哦哟，我看到了。你是说比较常钓到？没有，对，我看到，好不明显。是超诶、欸。那、啊、你是用超敏感的钓竿钓？我是用轻的啊，轻型的纯钓竿，1500的那一个。哪一个、啊？就轻型钓竿的第一个选项，因为我只购买那个。丑闻。可是我今天其实是九点下，然后我大概顶多。我今晚的宵夜腿。腿，就是你今晚的宵夜是腿，是腿吗？腿，谁的腿啊？我鸡腿，大腿。你刚刚说腿，你刚刚断麦时候断麦。你说，那这次我的宵夜是腿，不是要什么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比数量的话是圈圈强啊，比重量的话是我强啊，看你要的。那还是比数量好。我问，我现在还没有钱，我要赚钱了，那挖那个，嗯，我们都要买那个挖洞的，哪一个？我有吗？有啊，就最大洞的那个东西啊，一样火爆哈，然后开始，不然就是晚点，就是找几个人再钓一条鱼，这是哪一关啊？这什么？这什么啊？极地风暴，哇塞，这是玩什么？钓多钓数量。这样，然后上面的水是不能踩、啊。告诉你哦，小鱼。对。水不能走哎、欸，有风暴模式哦。你有看过人家吃鸡吗？没有。好。你有看过 UHC 吗？哎、欸，有狗哎、欸，我看到小狗了。还有兔子哎、欸。狗是，UHC 是那种会缩边界。对。嗯。然后这个就是，嘿这个鱼量也有。我还没钓哎、欸，我还没选好一个好位置哎、欸。没关系啊，等一下都要换位置。我卡住了。几乎都要换位置。为什么要快、啊？马上就卡住，重开，马上重开。我在原地钓，原地会有危险吗？可能会有。都会。那玩屁呀、啊！
刚才吃鸡，不然你是定点钓鱼。就钓鱼呗。你是凶什么啊？不是，之前也不会那么鸡巴。这个模式就之前新出的哈。哎、欸，怎么没有鱼啊？干，钓鱼那么快啊？捞一下水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无聊玩水啊。好，你要把浮冰捞掉，不然你的钓竿、你的线会卡在那个。还在中间，还在中间，还在中间。我不懂，你这样鱼会拉不起来。你看小地图，你看小地图。看到有个黄色的。红色点吗？黄。黄黄色颜色。还有个黄色圈呢、啊。看不到哎、欸。太大地图了。看这条这个地图有什么鱼啊？我不知道、啊。大地图是什么？你滑鼠点一下你地图好吗？点不进它哦哦哦哦，点进去哦，说圈哦哦，跑毒哦，跑毒的意思对不对？对啊，跑毒啦。他刚刚说吃鸡，你说你不懂，说 H C 你不懂，说跑毒你就懂。我都看环抱小健的他呀，尤其。好啊，都在我的台踢别人啊！好啊，没有啦，别生气的啦，没有，哎、欸，好像小一条鱼哦、喔，怎么会生气？果然是小鱼，小一下哈，这个找不到鱼饵啦，阿七，找不到我要的饵、欸，饵，那个，饵。在找宁儿。What？ 你看这个浮冰要捞关节冰了。哦。要长捞都是大鼓。现在是一人一条。哎、欸，我才刚讲完，只剩下第二条。还要赚钱啊！怎么了吗？要赚钱啊！我也要赚钱。可是我钓不到。你们就明天纠集人一起啊，就钓一条鱼挂网啊。对啊。我们之前都是这样子。这样刷钱，直接一起刷钱，这也是叫什么时候还开一台？我靠，这个、有吗？有，对，那时候是开台，那时候我们开啊，就是无聊啦，晒台。今天就有一个台湾的女生来我这边买了9000多台币的珠子，傻眼，果然是有钱人，有钱，他都能出国玩了，对啊，那想问吗？我也是出过弯啊，也不看得我买那个贵的东西啊。钓怎么钓这么大条？哦，我钓的鱼都只有饵。干嘛？什么声音？刚刚那是？缩？那是缩小的。缩小。哎、欸，阿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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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、欸。什么东西啊？怎么啦？对。阿玲，我找你。等一下，等我玩完。我晚点再跟你说话，不是晚点再跟你沟通我要沟通的事。哎、欸，这地图没有梅花鹿，没有啊，所以我才刚刚在想说这张地图到底怂大小啊？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你们都是中文的吗？可以调啊，可以调。等一下，我沮丧了，沮丧了。为什么沮丧了？什么东西啊？好沮丧！这场沮丧没有用。这关对啊，这关地图沮丧没有用哦、啊。可是我放低一点点，他就很沮丧了。哇，那个！我靠！怎么又是那么弯啊？你量的。太沮丧了。哎、欸，他长这么大一条。对，跟刚刚差不多一样弯。什么？我在边边。那个是你哦、喔，我在最边边，我看到了。在最边边，哪里都在你右边了。原来原来，看我。就是那个圈圈，谁的圈圈？耶，yeah, 鲑鱼，很高的。小鱼4.5。OK OK。可以钓了，可以了。不准你都钓这么大一条！我告诉你，
居然有以前有人更可怕，太阳鱼，那个十几公斤的钓鱼。没有、啊，现在是因为要比重，那比数量，所以我没有换成那种饵啊。对啊，我只都用同一个东西，同一个钓。什么卖鱼啊？忘记了。去找商店啊。卖鱼啊？你首先要有鱼。很潮。有。首先你要有小鱼。那卖不出去了。为什么？我都钓不到鱼啊！有的太阳鱼，你是在嘲讽我啊？不是啦，你不要这样子啦！你也有钓到啊？太阳鱼，你看你也钓到了，不要不开心。我们不开心啊！